东老师，你今天是善心大发啊，竟然带着我们斗地主。这不是劳逸结合吗？地主我不要。我也不要。呀，今天你们这什么情况啊？都不要，那我就要了啊。2、2、5，随便这牌，我今天一定要打赢你们。来，高手打牌，一张9。我一个尖儿压死。我不要。一个6，我一个3炸。哦，你能出得了吗？你就炸呀！你说你们两个人刚开始牌就这么大，这让我怎么玩呀？5炸，8炸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起。3带1对，我炸。2炸，要不要？不要是吧？一张尖，哐炸！怎么这么多炸弹呀？来，3带1，跟上，我完了。这牌我还有一对完炸呢。就你这技术还要地主呢？我这7炸拆开出的。哎呀我的天！行，再来，你们都是高手，我喜欢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